妈，这个影片出来哦，发现你们兑换的话，你们三个一定跟我打了。来，给他笑。OK， 啊，我的尿，还有我的尿。来没有给我恐怖，我的不应该是废了，应该是废了。不过我还要肯定拍手，我的感觉要着急做什么事游戏规则，桌子上准备了六种水，分别是可乐、雪碧、大块水、酱油、花雕酒、醋。玩法就如玻璃桥选择左右边的命运，谁的水会是藏到最高位的？咦呀，我们就接下去看谁的命运就最衰了。嘿嘿嘿，来，请你戴上眼罩。OK， 我们先排好先，哪里？我人在这里，别摸我脚脚啊！来啊，准备啊！你为了赢这个奖金呢，你准备好开始了吗？奖金呢？有什么奖金？奖金就是奖金是456。啊？妈的，460啦！456呗？456呗？等下我那边456呗？不是456呗？456不是啊？老人家的精准。来，这样第一个闹，第二个，耶，什么左边哦？还是右边？可以给一点提示吗？没有提示，玻璃桥都没有提示哦。左边，确定吗？确定啊，你们有考虑的机会。你们会这样子问我，就一定左边是好的。左边，我真的帮你了，你真的左边了，真的啊，真的。OK， 左边。还是右边，他一定还是去左边的，他一定会觉得我会换右边，左边，左边啊，对，左边，妈的勾力了，你们这样 steady 就一定是完蛋，一定是中了，他很 lucky 耶，没有他很聪明，左边要输掉人家，OK， 很多气的嘞，怎么谁突然间在靠近我？该的没有，左边还是右边？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一直在坚持左边，所以我选右边。右边啊，没有问题。哇，哪里真的醉啊？你这人，哎呦，嗅到味道我嘞，故意。完蛋了。水有什么味道？妈的，这个影片出来哦，发现你们兑换的话，你们三个一定中我打到。来，你可以套上你的眼罩，把这杯水喝下去了。然后再拆开来看一下底。耶、yeah, ，我嗅到有酱油味啊！不要喝那么多啊，应该是。啊，不要喝那么多。怕你了，一喝啊，走车，分担不起啊。哟！我靠！我的魂就出来了，妈要回去。我觉得我只猜对了一样，剩下的两样都错是不是？你错了只有这一样吧？我错了只有这一样吧？然后剩下的那残的就是可乐跟滚水。哦，所以是还好啦，还好，还有花雕酒都还是还 OK 啦。嗯，花雕酒我们都 OK 啦。哎，恭喜各位 ！OK， 现在我们换到是一个长得像长发的小羊，你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来，头两样哦，我们一定要选那个味道对比最强烈的 ，Mr.小羊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可以中间啊，中间啊，中间可以。两个，三个都错，还好，一大口啊！
两口一大口。我都管汽水啊，成分都没有啊，敢玩就要敢喝。来呀、啊，你落去对玩啊！一桶咸的，那边到。一桶拎落去，拎落去。都是这三只。选的就是左边，左边。OK， 可以。左边，你一定很聪明。哎、欸，你细看的多，真的是对你有帮助。所以叫你们来看戏、哎。我的这 Daddy 有没有给我？没有给我恐怖吗？小杨可能是。没有给我恐怖，我的不应该是脆的那个脆。两位主持，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？我觉得应该是。好，左边了。对啊。左边啊。你想清楚哦。左边男左女右，我们要选左边。男左来，小杨扭半脑的小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OK， 这样拿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死呢 ？Mr. Yuki， please choose your left or your right。通常人都会跟他们一样吗？因为他们全部都选左边，所以这次我要换了。右边，你确定？我确定右边。你确定啊？我真的假的？很谢。打开你的眼罩，哇！你看那个水色是多水。哎，还好彩有气有气。有气可能只有一种吧，哦。OK， 太少了，我叼一口罢了。我觉得你自己打错几样。打错一样。对，就是打错一样吧。就是。哇，正抽。哇，你看。我是天才，天才。是啊。Oh yeah！ 完蛋了。喂。你要觉得我后面这些杀气很重。来呀，你就知道，反正小杨已经有伴了，不用怕。就是我听到开冰箱的声音，没有穿透哦。没有啦，没有这样快啦。好啦，一个 plastic 啦。我倒了那位，我没选到那位。还没有打，还没有打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确定？确定。反正有你陪伴，我不用怕。OK， 那可以了。他觉得你是输定了。很好。还有气声，听到没？这个声效不过快。搞完没有声音，我就觉得有点太屌了。林董可以劈完半杯吗？你让厕所借我多一下。没有问题，我厕所可以借你炸无所谓。到了，来。有没有我们感情好吗？有没有？还可以。马上加，这样马上。OK， 来，林董。好 brother， 左边还是右边？好 brother 啦。你讲多少讲？左边还是右边？选好好。选好好。好好啊。左边。左边，你确定？确定？确定。OK， 很好。我觉得我要有点作死自己耶。要嚼一下。喂，突然有汤匙了，我在这边了没？要嚼吗？你们破康桃了是？到米娅，到我啊。米娅，我们关系好吗？米娅，我跟你没有很熟啦，第一集吧。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选好好啊。选好好啊。右边，对不对？左边，左边，这样子都差不多。啊？左边这个有拿过吗？还是小的？你啊？喂，这么开动？准的声音啊！屌哦！你会感觉我们讲话怪怪的、啊？我不，我拍肯定拍错，我感觉要我自己作死自己。对的。领导啊，我认识这样久了，那观众也认识吗？观众。请问那个味道好嘞？哎，来，请看一下眼罩。哇，来了！都没有那一粒一粒的珍珠。没有这个扣。没哪一次。刚才我们接的是这些。这样才有效。什么鬼哦？所以这样我到底是？我全部抽到完了、啊。你觉得你抽几次？我觉得我应该抽到完。你中卡了，你觉得有抽到这边的东西没？我是跟他做你一单了。天子他抽几次？
我今天没有分错名字的，老狼都。你的频道吗？哇，蓝的这个干臭啊！你的频道不是？刚刚我的是不是干臭？你的名臭嘞！要喝一口，喝一点，点一点点就好了。微微上升。好了，我们来玩一场正式的，好了，是正式，我们来玩一场正式的，这是正式的，你挡不了，这个才是正式，什么鬼？对了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我应该很少拍的，我都是很少拍游戏的。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 Yuki、小杨还有 Mia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